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咦死啦！今日佢整咗呢一幅 bad job 啊，我都冇打算冇准备啲资料先添。OK， 咁啊，哇喺普京都咩喎？入侵库斯克啊！嗱，而家咧，首先就咁讲啦。我哋讲翻我今日就系啱啱咧，我哋由细咪后先讲紧。咁我喺度谂紧讲唔讲呢单嘢，因为我有几个网友爆料啊。咁但嗱，理论上我应该要讲嘅。咁但系我又好惊咧。即係阻人揾食啊！嗯，啊，但係呢個真係好撚，真係令人髮指喎、啊。嗯，我係等我研究一下先，我聽日先決定。因為話説，琴日咧我哋 AI 班啦開啦，咁我就自己就會翻嚟開門，順便執下嘢啦。咁、嗯、啊，順便執嘢嘅時候，有三個網友上嚟揾咗我咧，就俾一單真係哇震驚啊！令到我真係應該講係呢四五年甚至乎2019年單嘢都冇咁震撼啊！對我嚟講，哇，實在太震撼啊！竟然有啲咁嘅事。在一個咁文明的社會度發生，喂，呢個係天理所不容嘅喎。咁但係，我從來都知道咧，呢個市場咧係有呢啲咁樣嘅嘢嘅喎。因為我大家如果有聽我講過都知啦，喂，大家可能而家都一頭霧水，究竟我講緊乜嘢啊？就係咧，啲馬甩佬啊，好中意細路女啊 ，I mean 細路女即係細路女喎，即係十一光本。係啦，我假如唔係講話兩三歲嗰啲啦。咁但係你話十一二歲、十三四歲、十歲八歲，咁我覺得都好離譜。十歲八歲，係啊，我覺得都好離譜啦，係嘛？嗱，但係咧，嗱，大家搞清楚，小電影即係你而家睇緊啲四仔咧，其實咧最開頭咧爆炸出嚟咧，其實就係70年代我講過㗎啦，係瑞典有一個我唔記得，而家又唔記得佢個名啊，有一個啊脫星，咁佢其實18歲㗎啦，夠咗。但係個樣咧就似10歲11歲嗰啲鬼妹仔，你知鬼妹仔10歲11歲佢未發育好啊，但係有線條啦嘛。咁係患咗不老症啊！係啊，即係有線條。咁佢個樣係唔係佢個樣似啦？咁啊加上啲打扮咁樣啦。係。點知啊賣到爆曬，全美國都賣到爆曬。咁因為嗰陣時冇乜保護護條例啊，於是乎啲咁嘅商人咧就係咁揾啲12、13歲啊、13、14歲啊，咁啊即係話哇，原來咧啊，起碼喺外國喺西方社會咧，佢哋係。哇！好撚中意呢啲咁嘅細路女嘅喎，如果唔係柬埔寨、緬甸啊，係啊，泰國啊嗰啲，唔係其實又咁講，又咁講，喺每一個文化差唔多，每一個文化，嗯、包括我哋偉大祖國啦、印度啊等等啦，其實都係有第一，佢哋好早結婚啦，係嘛？好多時10歲11歲，我哋都真係時有所聞嘅嚇，或者即係咁講啦，因為。我後來因為有好多原因啦，慢慢，即係我講翻嗰單 case 啊。於是乎，而家嗰啲咁，譬如話你喂，就算你藏有個電話或者電腦，藏有呢啲咁嘅啊細路女相、細路仔相，都係犯法，而且係重罪嘅。嗯、其實亦都係源於嗰陣時嘅70年代、70、80年代，嗯、就係西方社會有一班人即係意識到，喂，屌你咁撚樣嘅，即係話有啲潛在嘅獸性啊。OK， 咁好啦。咁啊，我哋講到呢度先啦。我等我掌握多啲資料嘅時候，我先決定講唔講呢一單嘢。咁啊，上個禮拜啊，日本啊罕有地咧就預告地震啦。點解話罕有地咧？因為地震係其實真係冇乜得點測嘅。咁、嗯、但係咧我唔知道我冇細睇啊，正式一單新聞俾我。咁隨住啲科技嘅進步啦，咁啊，但係咧喂，佢唔講由自可喎嗱。其實日本日日都有幾千次地震，即係嗰啲小型地震啊。喂，你講到話有海嘯有剩，海嘯好勁，你睇過嗰個做嗰個嗰個模擬，模擬係啊，喂，屌你仲夠膽去啊？咁啊，果然咧就即係我啱啱睇翻啲報道咧，咁啊，中環遊啊等等好多，即係日本旅行團有好多團友取消，但係亦都有好多團友繼續出發嘅。喂，咁睇你去邊一橛咧？喂，老老實實講喎，真係唔好話大支嘢喎。你話如果攞曬價又俾曬錢先，唔好講有冇買保險冇得錢退先啦。喂，有時覺得喂唔去就白唔去喎，即係攞曬價啊嘛，最緊要。嗯、但係嗱，如果你譬如你阿正，你啱啱嗱，我哋個老友 Lawrence 今日翻嚟啦 ，OK， 聽日就要送貨俾我。譬如你而家咁樣，你去唔去？你唔好話冇得諗，我係要諗嘅喎。係啊，係啊，即係嗱，所以我哋真係唔好有時把口咁大啊。就算自己，如果我 book 咗機票，可能唔去啊。有權嘛？我而家未細睇啊，有權唔去啊。因為日本你幾時都可以去啊。係啊，係啊，喂，最多我見少少錢。你冇必要嗰幾日。係啦、啊，喂，唔係啊，最慘係咩咧？喺我心目中，
如果我冇呢啲咁嘅警報，我去咗真係有咩事，真係冇辦法啦，冇、嗯、得怨啦，天、嗯、天真係喂，老實講，真係天災人禍。喂、嗯，人哋話明俾你聽，喂有機會地震，你去到真係地震喎、啊，同埋真係瀨撚咗嘢喎。諗嘅佢當地會唔會有啲設施啊景點都唔開？係啊，都有㗎，係啊，唔係啊，我反而唔係諗呢啲喎，我係諗。我咁我真係攋撚咗嘢，俾人屌啊嘛！啲人話屌你，攋撚咗嘢都唔使屌啦，死咗咯。唔係啊，咁喂死撚咗都係噶嘛，喂人死留名，屌你咁撚戇鳩啊！屌你話撚明，屌你老母閪，我都係噶啦呢個撚樣。有佢網友問啦，佢八月尾就去大阪，依家唔知點算。嗱係係會諗噶，你話唔諗啊假嘅 ，OK。喂，嗰、那個模擬嗰個又咁撚勁，哇！屌你，恐怖啊！仲撚勁過超人力險記嗰啲咁樣，屌你唔撚熬底啊？係咪先？啊！喂，如果佢咁樣，你冇得走啊嘛？你會覺得邊度走？點走啊？仲有喎、啊，我哋嗰個避災意識又冇人哋咁快喎、啊，分分鐘啲日本仔，又捐撚曬去唔知高地，又都捐撚曬頭底，你仲戇鳩鳩？咦？做乜撚嘢？喂，地震啊！而仲戇鳩鳩咁，地真係好撚大鑊噶。OK， 咁啊，大家留意啦。咁啊，政府亦都呼籲咧，啊，如果即係你特別去日本啦，咁我可以用一個入境處嘅外遊提示登記服務。咁啊。即係其實登記咗咧，咁啊入境處知道你個電話，咁你或者個所在地，於是乎有乜嘢事情咧，就可以即係啊俾個 message 你，我諗係咁樣啦，係嘛？咁啊登唔登記就自己各有各啦。好啦，呢個馬時亨，馬時亨原來有跟埋阿超哥去呢、這個東盟三國喎，其實東盟好多國家嘅，不過佢哋今次係去老窩、越南同埋柬埔寨。嗯 ，OK。咁啊，阿馬時亨就話咧，香港需要響應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所講嘅識變、應變、求變嘅精神，尋找商機。佢話如果唔係會被陰乾啊！形容香港面對地緣政治複雜，要遠離多啲俾麻煩我哋嘅國家。嗱，首先咧，我真係想講，佢阿馬時亨係咪打李澤楷公啊？好像是的，什麼富衛保險的嘛，我說他見到他這裡 OK， 我不要緊，李澤楷講些什麼我們不講了，在這裡 OK， 大家應該有看過那你除了團跟著超哥這樣去這個東盟三國那就說這些說話，那也是真的無可厚非的、至於他引用夏寶龍所說的識變、應變、求變，即係你或者阿超哥嘅理解，哦，原來就係去揾啲咁嘅東盟三國。嗯 ，OK， 好啦，然後仲話要遠離一啲俾麻煩我哋嘅國家，咁我覺得都係喎、哦，嚇、啊。雖然我哋香港食四方飯喎，如果啲國家麻撚煩，你真係要遠離喎。喂，咁如果你遠離，點解仲同佢做生意咧？唔係，首先我想講你究竟講邊個國家先？邊個俾而家究竟係邊個國家俾麻撚煩你先？咁啊，搶美國俾個第二個啊！好啦，美國。啊！我唔係啊！我諗一聽見我就覺得唔係美國噶。嗱、啊，你覺得美國嘅？喂，咁就真真正正唔該啦，唔好搞咁撚多嘢啦。唔好同美元掛鈎啦。踢鳩佢走啦！屌你領事館都趕得埋佢走啦，一早要啦。領事館成日話係嗰啲咩反動佢基地嚟。屌你老母！搞咁多嘢做乜撚嘢啫？喂，你繼續喺度講埋呢啲咁嘅，有乜撚嘢意思啊？好啦，仲叫人哋投資呢三個國家，佢話長遠嚟講 ，OK， 好多商機嘅嗱，長遠嚟講，佢話中產崛起啊，就係推進金融同埋保險行業等等嘅發展。我真係想問，老窩、柬埔寨、越南有乜嘢中產？如果你話越南都近傍啲、，OK， 越南都明白。老窩、柬埔寨有乜嘢中產？喂，同埋你長遠係幾長？譬如越南，我頭先講都明白啊，即係都係即係崛起緊。係。你老窩柬埔寨，哇！你長可能好似黑人條撚咁撚長，唔知等到幾撚時。唔係啊！屌你老母鳩噏！嗱，好似另外一個咧，鳩物跟埋佢哋去嗰、那個叫做邱達根，就話：點啊？今次我哋簽咗好多份備忘錄，又係備忘錄。備忘錄包括理工大學同老窩嘅中學生合作，為老窩嘅中學生提供來港升學嘅機會，其實係收學生。甚至乎可能是用我們一些公帑去補貼這些，因為沒有錢的，對香港的老的學生是不能會有錢的，即對香港知識經濟有什麼幫助、啊、我屌你老闆，好了，不如學大陸給條女兒，她屌啊，對啊，他最好是這樣，我們說他哪來找條女兒被人屌啊，
屌你老味，佢話啊喺一帶一路戰略底下，國家喺老撾、印尼同孟買來西亞好多個發展項目，包括鐵路等等基建啊。好啦，我真係想問你，佢而家馬來西亞、印尼、老撾呢啲咁樣嘅基建，究竟發展到如何？有冇錢？有冇債還收緊？有冇爛尾？有冇起好？屌你老母，唔好講得就噏得就噏啦！屌你老母，我成日覺得咧，如果有商機咧，呢、這個世界上香港人啊，自己行撚咗去啦，使你哋屌你，使你哋咧，咪咯？莫講話你哋啦，就算港英政府個殖民地政府啊，都唔需要你屌你咁揸撚住支萬公竹話去呢度去嗰度啦。香港人就從來自己靠自己嘅。屌你，我明白你講埋呢啲嘢，但係呢啲嘢咧真係令到人哋屌你老母，真係老撚土啊！覺得搞咩啫？啊，好啦，嗱，好似呢啲咁嘅嘢啦，我講咗先。香煙海關啊，而家研究咧要做一個原税煙嘅標籤制度，嗱，即係話嗰包煙咧係要有個標籤吸住。俾咗税啦，香港政府已經俾咗税啦，咁樣 ，OK， 咁我就唔知佢個作為係點樣啦。你嘅作為係令到啲市民買煙嘅時候知道嗰啲係原税煙，唔會買錯嗰啲，即係所謂流煙啦，定係見到人揸住個煙包，屌你老母係，咦唔撚係原税喎，就拉鳩佢咧。嗱呢個第二樣嘢，我覺得好難做，因為你喺大陸買19支翻嚟噶嘛，去個機場買19支翻嚟噶嘛，喺外國帶個煙包翻嚟，我將啲香港原咗税嘅煙擺落嗰啲唔撚。冇撚擺煙包嘅得唔得啊？即係冇原水煙包得唔得？我中意嗰個冇原水煙包，我擺煙盒又得唔得啊？咁我諗佢個目的咧，都係只係想標示喂，屌呢啲係俾個税煙，其實我覺得冇乜意思。但係最主要就係加咗兩次税之後咧，哼，屌你老味！淨係今年頭七個月，海關就破獲11,032宗私煙案件。我又唔知喎，哇！但係七個月破咗萬幾宗，咁真係好撚多噶咯喎，我又唔係好覺喎。拉咗10,494人，七個月入邊，即係個月拉千九幾人嘅喎，我又唔好覺喎啊！口岸方面咧，偵破咗9,600宗旅客違規攜帶免税香煙，屌你乜啫？最主要就係呢一度咯，10,000宗入邊，咪9,600宗都係呢啲啦，即係喺屌你啦，翻大陸翻嚟攞多包煙嗰啲咁衰嘢咯。好啦，按年急升差唔多90%啊，90%。好啦。即係老實講，你而家因此嗱又節制唔到啲人食少咗煙喎，仲話要搞埋啲咩標籤咧，又使多嚿錢，我真係完全我真係唔明啊！究竟對個社會有咩好處？即係呢個時候你咁樣打擊啊！屌你啦！嗰日 call 埋啲例啊，又話拘捕咗三個售賣擺煙嘅的士。嘅士多同埋報紙檔啊，嗱呢啲啊似樣啲三個七個月入邊，屌你講到萬幾人員啦，9,000多人，屌你咪閪喺個關口度帶煙啊！好啦，最後啦，咁琴日咧原來就係呢個尖沙咀哆啦 A 夢啊嘅免費展區最後一日開放喎啊，咁咧就展覽就話上個月開幕至今錄得500,000人次到訪，500,000人咁撚犀利。咁啊，老實講，第一有啲遊客去嘅，第二香港人我諗去完再去都有嘅，咁啊，根據大會所講咧，500,000人次到訪啦，紀念品咧人均消費咧就1,000元，哇！我諗，屌你老咁啊，50億，嗱，基於咧呢個主辦單位啦，嗱，如果你話係有50億或者有1,000元啦，人均消費，佢哋係要俾税嘅，佢冇必要吹大嘅，哇！我覺得屌你老母，今年1月到7月搞兩個年鳩幾，由舊年啦，大家今年似乎最盛嘅盛事係呢單嘅咯喎，冇甩數。但係呢單係完全唔關佢特區政府事嘅喎。係啊，屌你老尾！好啦，咁啊，哆啦 A 夢嗰個巡迴展嘅策展人啊林柱欣就話咧，佢話咧哆啦 A 夢呢個角色除咗本地同埋遊客支持之外咧，咁啊。亦都係因為坐落喺呢個星光大道啦，呢個地段過去舉行一啲戶外展覽咧，我諗都係相得益彰嘅。希望日後有機會帶更多歡樂俾大家啦。咁而旅遊業協會嘅主席嘅徐王美倫就話咧：哇！淨係8月1號同4號啊，都見到個紀錄啊！有超過1,000個內地團啊入境團登記啊，
咁亦都見到呢個活動咧，即係哆啦 A 夢呢個活動啊，係帶動咗經濟同埋人流啊。會、咁你整我嗰啲日夜繽紛咧？嗰啲就唔使諗啦，一定帶動唔到啦。對比嘅啫嘛。嗱，咁你諗喎、啊，如果你係即係我就講我哋偉大祖國先，珠江三角洲啊，甚至乎遠少少啊，都真係有特別有細路仔，你真係會落嚟嘅喎。即係佢話：爹哋，不如落去咩啦？係真係會幫到手嘅喎、咁你廟街得唔得？咁啊，大家心中有數啦。好啦，希望日後有多啲類似嘅活動喎。嗱，老老實實講，阿徐太、黃美麟啊，即係希望日後多啲啲咁嘅活動咧。咁你個政府唔好搞咁多嘢，係嘛？盡量去俾方便嗰啲咁嘅私人機構去做咧。我諗咧，真係會做得好好多咯。你而家講下講下，好啦。又話兩個月放一次煙花嘅有冇啊？我都好似連煙花都唔係好覺喎。講下講下，係嘛？夜晚你定係有放，我哋唔撚知咧。上次放咪荃灣咯，佢上次。屌！幾時嘅事啊？荃灣。我真係撚唔信啊！冇人機喎，嗰次都好似係咪啊？冇人機啊！係我撚唔信啊！爹哋，香港有煙花放，我快啲落去睇煙花啦！嗱，你話喂，爹哋，香港有屌你老母哆啦 A 夢啊？咁啊唔撚旁係嘛？又或者如果你爹哋係十一哥，咁你有另外啲説話啦。喂，香港個靚妹靚仔玩喎、啊，啊 OK， 好休息啊。